我要喝咖啡。你是你烘焙的吗？不是，就按一下就继续按一下就好。不用太多没关系，不用太多。那有茶吗？茶没有。老板说，哎，你们这次来找茶没有？这真的是有家乡的味道。嗯，很香啊。好，每个地方的配方已经三十几年没有配过。真的哦，味道都没变。的配方，阿公款的呀，金爸，金爸，也不会太咸，就刚刚好。绿豆还有那个香味在，对，它那个饼皮那个油味不会很重，对对，而且很薄，嗯。要不要试那个大饼？如果要试，我吃大饼。好了，我觉得这些，哦，不是的话很大哦，大很多人，等一下可以吃，大家吃。这个也是客家人的一种哦。就热情好客好客，老板你是客家人吗？不是。